原标题76号魔窟打砸进步报馆，竟被报馆架起机枪打退。上海孤岛时期，有不少进步报刊利用外资身份摆脱日伪的新闻管制，向读者宣传爱国抗日的主张，揭露汉奸的真面目。其中有以朱晶公主编的大美晚报最受读者欢迎。面对汪伪政权的特务组织76号的多次威胁恐吓，朱晶公毫无惧色，反而是越战越勇，多次在报纸上针砭时弊，揭露大汉奸汪精卫和他手下们的儿丑恶嘴脸，尤其以一手改汪精卫诗讽刺汪精卫，令人叫绝。而76号的李士群和丁默村见一再恐吓不成，便起了杀心。丁默村与李士群1939年8月30日下午4点，朱晶公像平时那样从北河南路94号寓所走去报馆。就在他就要到达报馆时，路边忽然跳出3名埋伏已久的暴徒，声枪响，朱晶公就这样倒在了血泊中，年仅39岁。朱晶公曾经对76号这些刽子手说过，这年头到死能挺直脊梁是难能可贵的，贵不能杀我一人，其如中国尚有40000000-50000000人和，我不屈服，义不起廉，我之所为，以为内心所安，社会之同情，天理之可容，如天道不灭，正气犹存，我生为庸人，死为鬼雄，死于此时此地，诚甘之如饴。朱晶公如朱晶公所说，虽然他离开了，但是正气犹存，大家的抗争绝不停止。很快，大美晚报对朱晶公遇害做了详细报道，在万国殡仪馆追悼朱晶公烈士的仪式上，前往吊唁的有上海市新闻界等联谊会数十个团体代表，以及各界知名人士，群众数千人，灵堂上摆满了花圈、挽联，其中一副挽联写道：“读书明气节，挽士林之颓风，言辞是叛徒，为民族而增光。”大美晚报朱晶公遇害报道，李士群和丁默尊本以为可以杀一儆百，却没想到牵一发而动全身。朱晶公的死没有吓到具有民族正义感的爱国报馆，相反激起了他们的民族义愤，引发更大的舆论抨击。很快，大美晚报刊登了一封写给汪精卫的信，又一次让李士群和丁默村丢尽了脸面。大美晚报刊登的这封信题目是给汪精卫一封公开信：亲爱的汪精卫先生，在过去数星期和数月中，我们以及上海其他方面都获得匿名恐吓信，而这恐吓信的发信人或团体都对你表示忠诚。的确，要是您愿意做一个正直、诚实、有良知的人，阁下应即否认是一群暗杀暴徒的首领。汪精卫这封信的发表瞬间带动了上海滩的各大外国报馆，大家都开始纷纷转载。汪精卫又一次愤怒了，他立刻把李士群和丁默村叫到身边，大家训斥，李士群和丁默村悻悻地离开了，心里对这些报馆简直恨之入骨。究竟怎样才能封住他们的嘴呢？吴四宝、李士群和丁默村安排76号的头号杀手吴世宝带领暴徒20多人分乘汽车开往爱多亚路的中美日报社，准备血洗报馆。然而当暴徒到达报馆准备开火时，却没想到中美日报也已经早有准备，甚至还在和旁边大楼连接的天桥上架起一挺轻机枪。报社怎么会有机枪呢？原来中美日报的创办人吴仁仓是国民党 CC 系分子，该报实为国民党中央直属党报，真正的幕后老板其实是陈果夫和陈立夫两兄弟。一时间双方展开了几个小时的激烈枪战，最终暴徒被报馆的奋力反抗所震惊，很快就缴枪逃跑了。陈氏兄弟与蒋介石、李士群和丁默村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特工们竟然打不过报馆的文人墨客，为了泄心头之恨，丁默村和李士群
拟定了一张神秘的死亡名单，直指上海滩上的新闻记者。一场场可怕的暗杀开始了。1940年7月19日下午，大美晚报总编辑张四旭被击毙，在静安寺路的启士林咖啡馆。几天后，大美晚报总经理李俊英被打，死在四马路附近的四川路上。张四旭之后，中美日报、大公报、申报、华美晚报等进步报刊先后都有记者被暗杀，无数的爱国志士就这样被残忍的杀害了。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报界的同仁们没有害怕，反而更加加紧投入到反抗的斗争中。此时的李士群和丁默村面对这一群毫不屈服的人，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面对76号的疯狂血腥，军统方面将采取怎样的行动呢？下周咱们将继续为您解密模糊76号内幕。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